主题曲一直是一部作品用来吸引人的重要元素之一，在 GoCan 的历史中也有一段期间是音乐 CD 绑定游戏片能够增加销量的时期。今天就要介绍 GoCan 这近20年在音乐领域常见的几个歌手与团体，也特别整理了各种类型可供大家参考，因为很多都是比较偏重个人向的考察，所以也许会有资讯量不平均的情况，还请见谅及补充。爱舞是一间负责制作游戏动画歌曲的公司，除此以外也有负责制作游戏的 OST， 旗下待过的歌手有 Mel、 Kotoko、 川田麻美、 Lia 等知名歌手，在圈内更是有 IVE SOUND 的美称，发机上几乎是跟 GoGAN 人声音乐差不多的时间，所以也有人说 IVE 几乎等于 GoGAN 音乐的一个时期，甚至当时为了增加游戏片的销量还会附上音乐 CD， 据说可以提升 1.数倍的销量，在粉丝心中占有不小的位置。爱舞公司代表人物高濑一史，音乐作曲家、作词家、编曲家，跟旗下歌手共同创造了不少经典名曲，如《鸟之诗》、《It's Regret》、《Shooting Star》等等名曲。Kotoko 擅长各种曲风的全能型歌手，上至热血的曲风，下至可爱的曲风，可以唱出情感丰富的歌。我第一次听到他唱的歌时，脑海中就浮现了回忆的感觉，这是我认为 Kotoko 最特别的地方。经常担任细化游戏作品的主唱，举凡帕路菲咖啡厅、 Bullet Force、 闪钢的 Gladys 等等，帮其他 GoGAN 唱的歌更是多不胜数，同时也会自己作词，大部分自己主唱的歌都是自己填词居多，也有另外帮人填词，可以说是爱舞代表性的人物之一，也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。代表作《Bird of Sky》、《星空下的约定》、《旋风管家族奇曲》等等。Mel 是最早加入爱舞的歌手，歌风多变，从可爱的曲风到硬摇滚都能驾驭，英文能力也不错，所以当时高濑一史也说了 The Reflection 只有 Mel 能胜任。代表作对你说再见 Black Lagoon 斩 Kill 主题曲。空をかけた重なるシルエット背中にすがる羽を広げて。川田麻美也是活跃于动画圈很有名的女歌手，主要是唱轻快的热血歌居多，唱腔也富有自己的风格，很好识别。代表作《魔法禁书目录》、《枪之比方》的四重奏、《恋爱选举巧克力》主题曲等等。佐藤裕美，歌风属于情感细腻型，主要负责很多猫猫色的歌，代表作《水色》、《Two Tears》、《Lovely Caution Two》主题曲。Lia。能够征服观众情感的感动系歌手，也担任了 Key 色大多作品的主题曲主唱，在动画界也算非常有名的歌手，代表作 Air、 Angel Beats 自带 After 主题曲。既然谈到 Key 色，就要另外再提到一个人，Lia， 个人名义是 Lia， Amphonius 则是与菊地创一起的团体，歌风温柔，情感丰富。
也是非常有个人风格的声线。 Kenneth 的名曲《小小的手心》也是他演唱的，也是活跃于动画界的歌手之一，代表作《五彩斑斓的世界》、《Two Tears》、《原之空》的主题曲等等。桥本美雪歌曲风格可以优美细腻，也可以演唱情绪高昂的曲风，代表作《大帝国》、《星空的回忆》、《青鸟》的主题曲等等。 Nitro Plus 相关的音乐公司 Ziz Studio 代表人物兼社长基江俊道，这间公司也大概是2000年初期创业的，主要帮助 Nitro Plus 作品制作音乐，以及也有帮5PB 等公司创作，也是由他发掘到伊藤香奈子的。江饭玉子不由得想要再提一下这个才女，精通多个语言，也因此写了《孤高的魂魄》这样的全中文歌曲，写的词也都非常贴近故事的剧情，每次看到在意的歌都数次看到了这个名字，令我印象深刻。再讲回歌手伊藤香奈子，有个知名的意思，玄崎在巴士上演唱了一首歌获得盛赞，于是开始有朝着歌台的念头，有演唱某龙之歌这类史诗类型的歌，甚至有唱全中文的歌，上至热血下至抒情，可以说是无死角的歌手，生产歌曲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。伊藤香奈子小姐的歌声就像有种魔力，歌曲就是非常的无可，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之一，代表作品 Steinsgate、 混沌之子、沙耶之歌主题曲等等。瓦塔那贝卡兹希罗声音浑厚，有一点烟嗓的大叔味，在现在的 GoGen 圈更是万丛之中一点紫的男歌手，曲风在圈内也是非常少见，代表作《天使的二挺全冲》、《月光嘉年华》、《鸠狗之血》的主题曲。小野正利本身是日本主流歌坛人物，在歌坛就是有得过新人奖的唱将，声音高音愈广，唱歌技巧非常纯熟，算是自己外语歌手，但是时常担任 N 加作品的主唱，所以成为 N 加社招牌歌手之一，代表作《猎人》、《吸血仙鬼》、《装甲二鬼村镇》主题曲等等。双月瑶风格轻柔舒爽，前期有跟 Miu 组成 Kukui 为动画献唱，动画有参与《蔷薇少女与神曲兽界》的片尾曲，是 GoGen 主题曲中最常见的女歌手之一，代表作《炼狱月狂病》、《做不到的我返回过去》、《壳之少女》的主题曲等等。片雾烈火风格可柔可刚，歌声浑厚，也可演唱热血戏，从 Why or Why Not 这首歌能够听得出来，不但能够唱全英文歌，还能唱出细腻的情感，代表作《斗神都市三》、《居线上的魔王》、《车轮国向日葵少女》主题曲等等。
茶太，擅长演唱温柔可爱的曲风，代表作《情寄》之后定是菜花盛开的好天气，唐调主题曲 Kenneth 团子大家族等等。以上三个人特别放一起讲，是因为三人私交不错，下面还有很多人要介绍，也就不多说了。Hello Q 歌姬，曲风细腻温柔，富有青春感。代表作《素琴日》《英姿思》《向日葵的教诲》《长夏假期》主题曲等等。Monet 同 Hana 一样负责整楼社 Hello Q 很多游戏的歌曲演唱，代表作有 H2O 的演唱、素琴日的 ED 等等，其他也有演唱整楼社 Hello Q 以外的其他 Go Game 歌。Rita 声音特殊，可以唱浑厚的歌以及虚幻风格的歌，代表作 Little Busters。鬼歌、漆黑的夏尔诺斯的主题曲等等。电气室华林音乐集团，少女系金属的音乐团体，为 Black CYC 演唱众多歌曲，设定很浓厚的一个团体。与妖精帝国可能是平行时空之间的关系，代表作《瓦恐怖秀》《Mean Death Blood》为支配者所写的狂词曲，《魔法少女消耗战线》主题曲等等。Luka 歌声空灵，富有个人特色，跟 Coloco 一样，自己主唱的歌也负责大部分的作词，代表作《恋色空模样》、《线上蜥蜴少女》的旋律、《等待神的小沙娜》主题曲等等。香秋，歌唱技巧细腻而让人感觉得到情绪的渲染力，代表作《我们没有翅膀》《纯白交响曲》《静月少女的礼仪》的主题曲等等。White Lips 空灵系轻灵的歌声，平静的唱法搭配歌曲，能够把歌等能量释放出来，某些歌蛮适合在睡前搭配，代表作《跨越群星之空》，从晴朗的朝色泛起之际开始，《Dear My Friend》的主题曲等等。神原由依，歌风可柔可刚 ，Go Game 声优兼歌手，本职编舞师。也是 Go Game 主题曲最常见的女歌手之一，代表作《小资护卫》、《H2O》、《新克隆骑士》的主题曲等等。织姬夜空，热血浑厚系女中音歌手 ，Fantasy 系专精，常帮 Usually 公司的游戏担任主唱，代表作有《战女神 Verita》、《机兽 Dungeon Master》、《深海的梅比乌斯》的主题曲等等。
真理歌，以沙哑的声音为特色，歌风细腻温柔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奥山麻友、喜之可、Mana 等名义代表作，自以类聚 ，Friend to Lover， 我女朋友的表里主题曲等等。Say， 风格温柔平静，擅长情绪细腻的歌曲，代表作有《会议的尤斯蒂亚》《银色遥远》《现在就想告诉哥哥我是妹妹》的主题曲等等。为了方便大家找歌的类型，我也制作了一张图表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另外，只有唱过一部作品，例如真泽佑一唱《斩魔大圣》，Yulia 唱《Shuffle》等等的，我可能就不会特别去提。其他可能还有歌手遗漏，小弟孤陋寡闻，如果各位有看到可以再补充一下。我是独电波， GoGame 的歌真的是一个很好入门的游戏管道，希望有一天这些优秀的歌能够在主流圈占有一席之地。